我要挑战极限呢、啊！噔噔噔噔，哦，好了，接起来，接起来。Mr. Phillips, this is Wei Chang. Wei Chang. My elder son Tao. Oh yeah, massive E-head backed out a contract we agreed on. How is he? Still learning the ropes. Thank you. 就这样，沿着水面飞。Your operations causes problems with our 什么团队死斗游戏啊？没空啊。Whoa, viable? What the fuck is that? We have your lover, Phillips, from the trailer. 你的爱人在我手里。Yes. 喂，开太低了。啊，开这么低，轻轻的滑到水面，你应该要让我好好的降落，有没有？然后再起飞。好不好？我不要开这么低了啦，来啦，在天空上飞啦，我们好好的开了啦，这次认真的啦。哎咻，走啦，你有什么屁话赶快放啦，不要再玩了，我们这次要认真的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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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来了。Mr. Phillips, this is Wei Chang. Wei Chang, 很像 V-Check 哎、欸 V-Check 好像某一家电信公司对不对？好像是哦。How is he? Still learning the ropes, thank you. We've been watching you, Phillips. Your operation. 陈涛，你儿子又没死，搞什么鬼啦？又没死，跟我做生意不就好了吗？你的爱，我的爱人。Yes, Michael DeSanta. 他为什么不会认为那个是女佣才是我的爱人？为什么会认为麦克是我的爱人？你就把那个胖子打死吧。胖子就留给你了。新增联络人陈伟，胖子你就留着，你就收好，好不好？我们不会想要胖子的，那个中年胖子，有中年秃的胖子，没有，他还没秃，拉马疯狗，到我那边找我，我和小富把你送去那个有钱家伙，你要来吗？没空啊。去停机场，机场在哪里？机场快出来！我把轮子放下来，随时准备下降。哦，在这个山脉后面。喂、欸，所以我要，呜、哦，要拉高飞机。我现在要准备降落了。喂、欸，准备降落。绕一圈，他现在不能降落。绕一圈，绕一圈，绕一圈。哦，小心，小心，小心！这边坠毁的话，又要再听那些屁话，对不对？我不要，我不想再听了，我不想再听了。噔噔噔噔噔噔，哎呦，还是有点距离耶。有点距离。喂，这里。喂，这个速度太快，无法降落。跑道有点短，又要再绕一次。轻航机比较难操控，是不是？再绕一圈好了。我应该保持上升正值。对啊，降落不了。而且轻航机不按加速，不是啊，我按着加速，它也会自己下降，是因为我把轮胎，我先把轮胎收起来。哦，我飞过监狱上空喽，它会不会对我开火啊？不会。等一下，有人在玩轻航机耶。
好了，这样子，转向转向，绕绕绕绕绕绕绕，哦，大回旋，这样比较快，这样真的比较快。好了，摆正了，放下来，减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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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漂亮着地，哦，不亏我绕了这么久，终于漂亮着地了。哎，欸，偏出去了，偏出去了，回来哦，回来哦，乖哦，漂亮着地。哎，欸，回来，我们现在要去前面了。哎呦，加5000，任务完成。哇哦，漂亮着地。等等，真相大白。我们已经挖完粉了，我们可以下来了，是不是？真相大白了，我看一下现在还有什么。德凡D，这个问号是什么？我现在有一个德凡，那这个问号是什么？看一下，拉近一点。哎，欸，不是拉近，每次拉近都按错。陌生人和怪咖，又有哪个怪咖啊？我们开飞机过去好了。陌生人和怪咖，这么远，当然要开飞机啊！那干嘛要我飞机降落？莫名其妙，这些人都怪怪的。我们走，飞机降落，走，又要起飞了。那就直接让我起飞不就好了？哇，哦，起飞不了了 ，K 掉啊啊！没救了，没救了，没救了！我起飞机卡住了。欸，我的飞机卡在这了，起飞失败啊！偏了偏了，那我有直升机吗？我有直升机这种东西吗？没有啊，它卡住了，能不能洗一台飞机给我？嗯，起飞！哎呦，你们很奇怪呢，我。玩多人的时候你就问我什么时候玩单人，玩单人你就问我什么时候多人，那干脆不要玩啦，啊，对不对？不要一直问。这就是拉玛吗？这个是小茶吗？这感觉好像小茶，哦，你哪位？你拉玛吗？不是，你来这里干什么？你到我的田鸡棚干什么？干什么？喷钱出来嘞，欸！哎呦，哎，欸，狗要打哦。狗要打，哦哦哦，狗比较耐打哦，哦，哇，这只狗还蛮护主人的，想到连狗都要打，真是出乎意料。嗯，还好我身经百战，不要以为狗我就打不赢，好不好？我的车前还有挂一只小熊哎，哦，噔噔噔噔，太翠丝，哇！你们的大头贴太夸张了吧 ！Patricia, Mrs. Madrazo, Trevor, oh, I miss you, all you boys. Miss you too. I can't speak for the other boys. You're such good friends. 什么东西啊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at. Actually, Michael and I. 他不会叫我要去做救麦克吧 ？Old friendships cannot be replaced. Hey, how are you? Is Martin looking after you? He's here. I've got to go.哎呦，这是偷情电话吗？这是偷情电话吗？我抓到他们的偷情电话了。哦，想不到他们还有偷情的证据，哎，这太好笑了。嗯，我们走了，我们乖乖的开着我们的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还蛮有趣的。应该没有要开下去吧？哎，没有要开下去，我干嘛？前面真的有小熊哎！呜呼，继续开。嗯，要开很久哦。我看一下，感觉就很久了，还有4多公里。好啦，总比脚踏车骑10公里有没有？脚踏车骑10公里，我这种东西我也骑过。吹佛来了，吹佛来了，赶快闪开，赶快闪开，好不好？
崔佛的爱车要开到那个市中心去。走这边。哎呦，有人骑摩托车哎！而且这里为什么这次为什么这么多那个货车啊？你们要去载什么货？感觉很忙哎，对不对？他们好多货车哦，货车都在走国道。我们这一次到了，到了我们要该去的地方了。哦吼！怪咖到底是什么怪咖啊？在那边等我们，想不到这种都已经到了真相大白了，还有怪咖哎！来看一下好吗？还是要看一下，该看的还是要看。快要到了，快要到了，就在前面了。欸、有人转弯了，打转弯都不打方向灯的。我再次强调，你们以后转弯要打方向灯，不然被撞的都是活该。以后你们开车在路上也是，好不好？就是真的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转弯记得打方向灯。不管你是左转还是右转，不管是骑机车还是开车，都记得请打方向灯啊，不然就会有像这种吹佛的疯子就会来撞你。哦、被撞到了也怨不得别人，还要赔钱，这样人财两失、最重要的是浪费时间。然后车祸最麻烦的就是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在那边修车啊，跟那些人在那边周旋啊，保险理赔啊，都是很麻烦的事情，好不好？所以啊、打方向灯，请养成良好习惯，这样子。我们要到了，要到怪咖那里。这一次又有什么怪咖在等着我们？这里，在这里，哎，这里有怪咖。这个怪咖是什么东西啊？他在门口哎、欸，他在门口哎、欸。乡村高尔夫球俱乐部。嘿嘿嘿，忽然叫我进来哎、欸。Nice house, isn't it? 不错啊，不错啊。You like it? Selling it? You want to buy it? I'm downsizing. 额外佣金。No, I'm good. I used to sell houses like this all the time. 你这个是不是凶宅啊？不然为什么要卖掉 ？Meaningful. I'm not sure about that. How much you like? You like? 有没有被不是凶宅的证明 ？Well, I just happen to know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You want a bouncy bouncy?Josh Bernstein. 这样就认识了。Yeah. I'm the Josh Bernstein. Yeah, I never heard of you. Oh, well, I used to be a big deal once in real estate. 还是没听过。My license taken away. My meal ticket. Where's the chick? I'll get to that. 小妞在哪里？哎，问的这一句好棒哦。Something more awkward than that. 小妞在哪里？Lenny Avery. He was my best friend, and now he has taken all of my clients. 所以你被放逐了。All of them. Do you think that you could take out all of his for sale signs? 把他杀了就行了。That was easy. She's worth it, man. I love you. 所以现在是怎样 ？I love you. I love you. 他是鸡吗？ Lenny?Avery. 他是 gay 吗？为什么一直要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在城市北区找出并破坏兰尼艾瑞艾佛的不动产售出。哦，要去破坏他的那个、哦、售出公告是不是？哦 ，I love you, I love you。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不晓得为什么，他叫我去破坏，在哪里啊？老实讲，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啊。要我破坏哪里，我也不知道。好啦，先不管他们的啦。要我破坏哪里？
我先来这里好啦，这个应该是主线剧情吧。导航点就导到这里哦。管你要我破坏什么东西，我现在没空。哎呀，等等等等，很可能很实用。他就传一封简讯叫我来，然后我就去破坏。不是这个哦，资产一览，对，这里是这个吗？亲爱的菲布林啊，美洲资产，资产管理一览，不是这个，这个很实用。拨给他。哎，还不接。You've reached Josh Bernstein Realty. I'm making dreams come true right now. Leave a message and you could be next. 转语音信箱这么大牌，挂掉。我还要继续打电话，不是打电话好了，我继续看简讯啊。这个要怎么用？怎么直接按啊？哦，直接按要怎么？这个上网，这里。